我说说的不离自性，以退说法。
上帝，心思伫一切万法当中，自性起用，心界念观，界念念观，听我念观，心地心地无非自性大，心地无起自性微，心地无染自性定，不增假自金刚，心起心来分三难，行闻其非常，用情意。以外，我反心反何究竟？非彼进入，发拍发拍不精，思言之。这个当老夫，咱来讲第一段。第一段是，第一段之前，伊家有做过因书，解决我自心反定反进，用者不我嘛，自心。咱念人讲，自心心在何处？阿弥陀佛，你从何处？爱接万处，是不是？啊，咱念佛来接万处咯，接万处，接万处就是万法嘛。啊，念佛来下班呢，就是爱下班就是上班啦，是不是？听当时讲伊的心结啊，哦，伊的心结就是，那当时伊的讲伊的心结是不是？那在讲特别重要啊，哦，伊的心结是长久的经验，他显得心所进来。但是咱咧看，咱咧听，就是讲有一个非常大大的问题，就是听，会当把无把心话来对啦。即个来讲，心里只咧听参巴，把心咧在张里边咧弄，那讲咧五咧五，五万四对啦，是毋是啊？吼，你老只咧听，但是我咧听静音出去，吼，啊，毕竟出去啊，会当。所以参巴的时候，咱心无应该存，是不是？自心嘛，爱存嘛。你无存，伊个经常是阿弥。你无，你无存，你是属实迄个阿弥陀佛，遐来来是来存个自心个心啊吼。把当初因讲个经验，那是一个确实个心情。如果个心怎样，阿不起，阿是无好。所以自心关心是那个弄讲心嘛，对方。用者不磨，自心反心嘛。用者不磨，用者不磨是借钱啊，借钱一难一正大难，你当借钱嘛是啊，因讲的是他们信道的借钱。哦，第二段爱讲大难的哦，伊他也是自心反心嘛，反心反心的。盖重要，先修大事，盖重要是自我无足哦。是伊个伊个代志，自我无助，非是众生无情，定是自根基。自我无助，即会当咱知影啊。自我无助是咱无采取啊什么行动去做些恶事啊，是毋是啊？但是咱所看、所闻、所听或者所看的形形色色，拢有咧动摇咱个心，咧污，咧污染咱个心情啊，是毋是啊？咱虽然咧。啊，心中充，但是咧存咯，心中当充满了意念啊，是不是安尼哦？充满着咧，讲当时咧讲咧，哦，这几天两变化啊，变化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充满着意念啊，这是一种污染啊，污染咱心情啊。第一个吼，盖，不然第一个盖是杀啊，不然第一个盖塞啊，盖塞就是，咱那是人家的啊。
你敢你你今仔日下心情，明仔大号的时候你感觉，你今仔日是无好啊？啊，我后悔后悔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啊，讲借光啊，借光啊，哦，借光是要替别人想啊，是不是啊？借借光好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是谁的家的？这个是，所以你今仔日这这这个家伙的，你今天要是无好啊，就是无情啊，是不是？就叫伊，就叫伊。自己用如如意如意如意念，诸佛菩萨的恶念、众生无明的善念，都是以以说法出来。发出善念就是，你今仔你念出善念，哦，就是得到你今仔做天做啊。啊，你发出恶念，就是就是哈，就是下地狱的表现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样，今天发来发恶念的时候，你是你发什么善念，是恶念啊？肯定哦。以上是亲信，但是一概念啊。啊，即摆咱谈迄个做业务上概念了。咱谈个刚刚讲有做业务上概念的，但是业务上，伊是咱是讲业务上，是不是啊？业务上不是讲啦，啊，咱是咩概念呢？就即个时阵要做所有医水，医水方带动之余啊，带动之余啊，是不是啊？心地无畏，自信大，该有优秀，优秀加无秀之分，优秀人心大，无秀无秀的心大，要起心大啊！你要起起心心的大哦，爱就啥？一旦那心是爱就钱，就大丰收，守住一切的功德，那是怎样呢？你当那些那些细小的时候，不念佛戒啊！
富贵不能淫，贫家不能移，为富不能富，这是第一所第二是修养的地，对啦。我自以自古到现在，所有的功在天下上，唯有不低于修养的足，以刚不破，一生的功业，甘心就以人间亿万计。所以人间只有修养来的，修养来的亿万，只有人间的来亏。啊，心地无我自性慧，我觉得自性慧如渺渺无量，不可思议。机缘离人不敌数单昏幻，把那个电话化作什么？什么经验？那大家把电话化作什么经验啊？将本来那些性命之精华啊，安安放下啊，把那是那做那些法子爱化作，因为。Thank you.
小时晚安。感受着讲，即个
限伫限定于限制于伊是吼，咱讲个伊嘛是，若要讲台语伊嘛是，吼吼人尽其事啦。所以讲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嘛感受着即个生死个时代，咱自身个生死时代。所以讲呢，伊嘛是积极，吼伊嘛是，吼伊即个有呾足着滴要去即个发展个。所以讲呢。所以讲，伊进前个，咱若头前看，当然个新时代史呢，吼，伊即个出个机会呢，当时无做，吼，伊在世个时阵呢，伊有即个机会，吼，吼会当受着即个阻碍，当得着即个生活不自由，但是因为伊无法度体悟到心地，吼，伊个未清楚，吼来自清楚题，所以讲呢，无法度体会得到。所以讲呢，伊无法度克服本身，所以讲呢，当然呢，当然咧当中咧，当然，互伊机会是，但是呢，互我感觉讲，若要学歌啦，心中那是心情在说，安尼锲而不舍吼，哦，精进，固待精进，哦，伊家己讲吼，我家己讲过讲，我家己是一个吼，咱大师级的，若要讲来，伊是咱本北镇来。伊有那伊风俗啦，但是伊要体悟本身，伊家己知影啦。哦，当然伊也恐惊讲家己，哦，这些是在说叫故事去叫娱乐。啊，恐惊的李志外对安尼死的时阵，有那感觉对有那娱乐。所以讲呢，伊知影这个生死时代，这个事情呢，当然，哦，伊在大家呢，哦，在当中呢，派出这个，哦，然后那个武林高手。恭请伊做爱心的这个啊，这地位上好的，所以讲呢，这个作家的机会，当然呢，当然伊来的时阵啊吼，哦，咱知影一般人讲来时，伊也无讲伊是对对来啊，但是咱知影呢，这一方面呢，当然呢，伊来的时阵虽然是无讲对对来，但是呢，咱知影伊。神话讲啦，啊，但是当然嘞，伊来时虽然无讲，当然嘞，有阵时伊若做相亲是好安尼，哦，看大家嘞，哦，见面在见面时嘞，看足清楚啦，吼，伊这是另外一种水啦，吼，哦，当然看足清楚，啊，这较青分咯，啊，这伊啊，伊的地主当然嘞，进来看的时候一定大多数拢熟悉啊，哦，因为啊是迄个陌生人呐，吼，不熟悉当然嘞，伊会敏感看到影面嘞，可能就知影。即有两种讲法就对了吼。当然呢，虽然伊是要讲，但是伊讲哦，道法之人将在唱即、這个，伫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发挥即个会场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道场内底。所以讲呢，伊从啊，伊也就无可能吼。讲咱当然这是一个经过，讲对来啊，你这应该是细节哦。啊，你这是哦，你什么人派你来？哦，当然呢，哦，你当中呢，当然，伊个当然伊个是。都看不得了，你知影吼，五月过啊，吼，吼五月过，当然就是爱坦白讲的吼，坦白讲的吼，坦白讲唔会做啦，吼、哦。当然呢，伊迄当中呢，当然伊是要了解讲吼，恁老师啦，吼、哦，恁老师心情大师伊爱是用啥物方法咧，吼、哦，用啥物法门咧，你家己教对啦。当然，咱师哥咧知影，这法呢，当然是以我心地啦，以。换了咱自性地啊，当然这法呢是当然呢，就是一个啥，一个方法啦吼。当然是，这个是呢，这个是做，若要讲大家先讲是工具啦吼，而且讲一个是，哦一个线索对个吼，因为这个对咱是有些也袂体悟到迄个微信时代底个当然，哦还袂到到彼岸，哦不讲还袂到到达彼岸当中呢，这是。一个法门就对了吼，当然呢，若讲摸唔着因，哦，心做就对了吼。啊，摸唔着因，拢迄个像咱讲发心因啦吼。当然呢，伊迄足重要啦，所以讲，迄个捷径吼，恁找着，迄等于讲是咧书领进门呐，修行在个，就是讲迄个要领，迄个要领，咱迄个。
爱白时，你要伊甲伊教导员，有可能无报几百来，讲采收到足精足精湛的，讲准确的对啦。但是呢，当中你会去摸索，啊，你去体会，当然你内底当中的伊甲你讲，恁就是讲吼，你较好进门，吼，恁就是发头啦，你较好进门，会下手的，恁是走一次啦。吼，啊，你有一个甲伊讲，你发明物件，啊，你怎对这个方面来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发当然呢。你比较较紧啊，然后来发头来讲的时阵，讲话的时阵，你要记住哦，直接就当去了，当去了解了，哦，差不多是差不多是这個意思安尼啦。好、哦，当然呢，这当中呢，哦，伊是讲哦，你自心观境啊，小智，上个自心观境，中则悟啦。自心的咱会接，咱会接触伊个物件在当中啦。啊，当然呢，接触伊个接触伊个物件，然后变固执啦。哦，你固执啊！啊，当然呢，伫迄个金光顶，当然呢，伫迄、那个第一段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行菩提心。我、哦、当然是看第一段，问这段啦。应如是主，如是，即就迄个所在啊。哦，啊，当然到尾了，应无所住，以生以心嘛、啊。到尾了，迄个无所住啊。哦，当然呢，伊即、這个道呢，即、這个是太偏。欠半万年花台当中啦，所以讲伫迄个道德经嘛讲啦，讲人发地，地发迄个人发地，地发天，天发道，道发自然。当然咧，伊个归个大自然内底啦，当中啦，处处都一样样是道啦。哦，伊在讲基础讲就是定义在里边，哦，伊讲袂准啦，哦，伊蛮讲袂，讲袂，啊，我讲袂，我讲袂清楚，伊讲袂清楚啦。哦，当然呢，伊迄当中呢，伊这個意思是讲吼，伊较早个是一个迄个一个修行方法，就是讲吼，拢坐伫遐咧。哦，我顶回嘛捌讲过啊。哦，我迄个坐吼，伊是算讲意思讲吼，伊就是伊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要做伊咧讲个意思就是讲吼，伫心方面，你拢只有只住伫个所在啊，拢伫个所在，你心内修眠，修眠拢伫心里遐。哦，你嘛袂使，你先来修理啊，你都不看都拢袂做，哦，拢修理啊，哦，啊，你拢苦心，以心来讲，你拢苦理啊，我你讲用你心咧用功夫，哦，等于讲哦，你是靠这个心情，这着个心，心甲迄个迄所在当中啦，哦，当然咧是迄个迄点内底啦，当然你是讲这着个点，这着个心分咧所在，因为我顶回哦，我。以即卖讲，生来就父母死去
物件是啥，该用就该用啊，该停台就该停台。哦，啊，是咱是哪，是咱咧切菜菜刀啊，还是一挂迄个工具器具啊，请问些啥？哦，你拢咧甲了个，你就是一个善良啊，无可能你一个物件啊，拢摕了掉啊。哦，用完的身体当然就该困好了。哦，啊，这个物件呢，当然呢，这个身躯呢，就是当然呢，这个臭骨头啊，是讲咧讲咧身躯啊。因为咱所讲的不能超过了，啊，这个是伊就是以这个用功夫啊，哦，坐椅啊，伊是这种跟坐椅啊，伊安尼修行的一个方法。哦，当然呢，啊，无一些解释，讲哦，因为咱伫一生当中呢，哦，当然啦，那哦，这个辛苦呢，哦，存伫这辛苦当中呢，可以淡薄的，啊，其实你这辛苦淡薄呢，是咱吼用着心呐，用着心的时阵吼，啊，怎啊去？这心是一个工具尔啦，是无用读书的是车车上，你书记也无去，当然是会紧张啦。哦，当然呢，你这是当中呢，当然是用错心。哦，所以讲这方面要针对心。哦，这所以讲心法。哦，啊，你从前当中当然免方面啦，因为咱无你本地人讲的方面就免啦，方法迄个拢免啦，你什么方法？伊咱都已经达到目的啊，咱已经反。已经迄个人心变性啦，哦，咱已经迄个，哦，你直接就到迄个啦，到迄个啦，哦，直接就已经呢，哦，恢复本来的进步啊，当然就免去好嘛。啊，当然呢，啊，到恢复本来的进步的当中啦，哦，当然，哦啊，当然咱要照咱的身躯啦，照戒心经啦，哦，当然是爱照戒心经。啊，你照戒心经当中呢，是咱来测用心的时阵。哦，迄做不一样嘞，所以讲呢，我凡初心呐、啊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落地经的时阵呢，咱迄个老祖白讲嘛，哦，咱有这個，咱有凡啊，就是这心呐、啊，哦，我有这心故呢，我有所谓凡呐，我有所谓过凡呐，无这心故呢，就袂传染去即款代志嘞，哦，无工啊，无这类啊，使用啊，是讲啊，迄个东道啦，伊若无手中啊，无若无迄个计时刀啊，无刀啊，就无钱。因为做东西是，就是做方便的啦。定心想啊，等老人的心去利用，定心就贪着世间的这名利，哦，凡世这物件啦，哦，甚至做出呢伤天害理的代志啦，做罪，哦，做孽啦，啊，做孽，贪念的啥，贪念的咱这个本性，迄本性定心讲哦，将本杀尽，罪尽诸罪，住嘛。所以，迄主就是啊，咱的主人，哦，迄主人翁啊，哦，迄是本来，咱这个本性啊，会去面对迄个，咱这个本来的，哦，迄个主人。所以讲咧，伊当中啊，啊，伊迄个心咧，迄个心带你做做咧，拍拍屁股到尾来到你咯，拍拍屁股做人啊，走啊，嘿嘿，要不我出来招待你啊？啊，有咱同款就是，咱这是。所以讲呢，哦，人家叫咧心包去利用伊吼，是足无简单啦。啊，这个身躯同时咧，咱无迄阵啊，无咧正装束吼，拢看一个心然后奇怪，啊，去到一个所在才来，才来咧，哇、哦，你、啊、一个问，伊遐我要拜啊，看一个人伊遐咧拜，哦，拜文公啊，是安尼个文公啊，伊都坐啊，都做善事，这个人拢冇听。啊，另外一个所在怎啊？搁去到一个皇帝，迄个尸体我挖出来啊，摕剑刀啊撕了一半啊，啊恁都连即个眼泪啊，我安尼吼，我凄惨啊，对啦。啊，其实吼、喔、是认迄个尸体，迄个身躯认着个啊，其实是迄个心怀着歹个，跟迄个身躯也有关的，是有关的对，但是心上关的啊，哦、喔、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有阵时啊。那测量心测唔着，测量着心哦，那些就是关键，拢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哦，你若去抓无着哦，你斩头杀无着，这斩头杀无着啊，衰人就杀人，这就关键。你安尼啊，这头啊斩了，我们走得去。哦，那叫做要领，要领啊，而且要领对啦。所以讲呢，同学伫咧当中啊，哦，你足济兄弟姊妹啊，我感觉讲哦，会存这心有太济。你大约啦，袂啦，伊就变去迄个木珠阁掠口啊，伊个哦。
车都做较严重诶，哦，这可能咱台面体会啦，这人咧讲诶吼，足侪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有阵时啊咧，这物件咧，家己在辛苦吼，家己要谈，家己要甲咧，要到处都在辛苦这当中啦，这享受啦吼，这有诶享受当中啦吼，这辛苦当中是真正有几大诶好意义诶，所以讲咧，好，谢大家了，即马。咱看完这个伊当然的伊伫遮咧，佫也有讲哦，当然，哦，伊也知影这个自信啊，知影生死是达到到好好讲的。咱自信，人生当中咱自信是生死是大代志啦。你看人讲哦，啊嫁娶哦，哦结婚是上大的代志。结果咱即马了解了，学到了，咱讲哦，原来咱这经书里面的，咱姓名的，哦做嘞，哦咱这。伊来讲生死相关代志啊，咱人的生死，咱的自信，这当中的这个关键，生死关键的，身家的关键，这上大代志啦吼。当然，伊也知影了解了讲吼，这心的重要性，所以伊才来一个这个请这个做，哦，伊即卖做伊来问讲啊，伊同时，人讲闽老师咧，伊讲这个概念，闽老师讲，伊讲接水的是讲，伊咧讲讲咧概念，但是。我人无解不懂啊，无解清楚，我就说出来翻嘞，说出来翻嘞，当然就是一个啥，伊翻唔到一个，哦，一个战术出来啊，哦，伊毋是讲吼咱，哦，伊毋是讲本来交人去甲分战术，实际就是因为因人呐，因人的根基深浅嘞，所体悟无同嘛，所说出来翻嘞，讲出来嘞，会无同款啦，哦，那我建议清楚，哦，我比清啊，建议清楚，当然是讲出来。伊讲迄个合作讲来讲，迄个新秀讲来讲，迄个主播合作名媒介啦吼，啊主播先锋，主播先锋是方形啦、苗伟辉啦、朱晨基、苗伟金，这是新秀。台师所讲的，伊教咱就是讲的，当然概念会啊吼，哦，恁做合作，但是咱当恁做合作哦，不做哦，那不简单啊，哦，实际来讲，那不简单啊，要讲起来吼，伊无安尼吼，无家己的，人讲无家己伊的经验啦，无家己的境界啦，恁做合作实在不简单，你讲卖讲啥吼，做合作做侪项呢？哦，咱知影是学内底有四个是靠，咱底下讲话无去想着啦。哦，你是你也知影，你这么简单嘞。哦，人要讲来是，哦是我家内底是哦，内底呢是成绩内底即个厝呢是关键嘞。啊，方面就是讲他咧，讲嘛身体力行啊吼，行行于用，行于话啊，当中呢，伊有法度呢，中中哦，中轻中轻，拢无去。学技无，你有去超过这个危机当中找无？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伫迄个啥，规个有事，规个有轻，规个有重，规个有多，你有法通规个有下落咧，当你担无，当你做无？这个讲到到遐，就是讲到迄个东西咧，干话咧，恁问迄个老，迄个孔老师讲吼，伊去去地方底，天下归人咧，来到咱清文基博啦，哦，啊，有条博啦。包括讲迄四项对了，但是咱们讲咱里面家己一些心理内底包含里面内底也对了。所以讲呢，你这個心呢，你心内底当然这個心不一定行，爱情的当中哦，你咧台前接骨啦，当然，伫咧讲话当中啊，你这個、哦，你这個、一记一行当中啊，有去迄落违反着迄个规矩无？有去伤害着无？我当然哦，日行一善，有阵时哦，那个放毛鬼，哇、哦！这有阵时啊，你讲来哦，足济个对啊，那叫诸仙莫名，啊，我以消仙离离不为啊，我以消离为之啊，顶个头了，这两句咧讲安尼对，哦，人讲咧善人善的哦，都拢袂做啦，但咧做咧，他许个伊有一个大势之温，哦，无以消离为之。讲吼，啊，细项个代志吼，你讲，哦，你也做了，所以讲呢，你迄、那个。
行动就是讲咱人伫众叛交战当中，咱袂犯错，咱袂做违心的代志。但是呢，你家己一个人做违心，你心中有偏差无？咱讲来，讲到对个心人来啊，到底心内哦，你有起心动念，有下迄个中道无？有下迄个本心无？哦，本性，迄个在时刻，哦，哦，你是做迄个的，我讲来吼，那个拖时间的做济的吼，自前期哦，你意念当中的有迄个，你家己时时刻刻去反省无，三省五心无，哦，你意念内底是不是有变迄个产生个妄心妄念无？哦，变迄个有迄个下中道定。定无啦，定心啦，即要讲个，当然嘞，即是迄个心性，吼，即是自性个意思，就迄个心性，你所讲个，讲个迄个做了解，我们领导说是用啥物去，有法去教，教尴尬个底来用气氛，吼，啊，迄个个吼，归因啦，当然嘞，要做个讲疏通解法，吼。加入三昧啊吼，当然嘞，咱这个我这个做嘞，伊无够一定个，当然嘞，伊当是水温，你会当伊甲水温就水搭，哦，伊一定个够遐是当然，伊水伊用不假思索个，那是咱水回答出来，水甲伊解答出来。你啥物许第一啥物伊是来解答，是咱先不能顶端是当然嘞，伊啊伊啊当然就是来讲，顶头不是伊意思对。是不可思议的吼，当然伊看的概念，伊是伊讲的，伊可有一个对不对？当然咧，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历史概念无接代是，我概念是接最少是，吼，伊是直接是伊发问，当然这是讲伊发问，伊发问的，想伊个最少是吼。当然嘞，咱知影一切万法不离本性，伊个法法门上讲咧讲个当然是无离开咱个本性本性。哦，咱对这个事情，安尼个造偏差了，就是伊个讲个讲离开相说，离开自性咧讲说这个话相说。哦，讲讲对意念上个物件，我当然讲对咱自性出来对物件。哦，当然就是自性上个，所以一切万法皆从。先启用啊吼，是真概念是袂坏，然后吼，伊个心地无非就心地吼，当然是单个是讲心地无非，然后心地好了世界，定力好了无思想，即个界是要界迄个，咱迄个妄想心啊，啊，甲咱本性迄个袂解，迄个着到到迄个境界，咱若到到迄个境界，已经袂超出迄个本意，吼，袂去犯迄个个啊，袂犯着个方面，迄个着去解。生活空咧，经过咧开咧，就甲破掉咧，破咧心啊，心高意嘛，吼，迄心包括起心动念啊，伊就是要甲无所谓心啊，伊就是要含无谓心啊，因无是含其心，伊就是遐含好，用咱的本性遐含好啊，吼，当然咧，心内无非，心内都是世界吼，当然啊，心内有病咧，是一切兄弟姊妹。拢是平等啊！当然你就袂话细肉啊，哦，啊你就袂讲哦，啊伊脚腿较歹啊，遐物件啊，就无是，就袂你犯过失啊吼。心地无私，自性无异啊，哦，地位嘛。无私，地位变成真正无私就是无异啊，无遐无私啊，无遐执着遐物件，无遐欲不松掉啊。伫遐执着啊，执着心很重啊，执着心很重、啊。哦，你遐痴迷就对啦吼，你去执着遐物件，心地无乱，就心定当然。心定有法当比这大呐。哦，所以咱大家来讲定心安住定啦吼，定。哦，所以讲爱定心，迄心吼是定个。哦，咱咧心较袂做乱，散乱就当然。迄个就是较严重，讲话就爱找迄个心理医生啊，吼、哦，迄找了医生，就爱看医生，就爱找医生，甲恁断诊断。当然嘞，不增不减，就讲心比心来分三昧啊，吼、哦，当然嘞，伊咱不增不减。
咱本来本性本来就是分无无正道，在天不正，在地不严，只是讲好去分辨掉尔，是分辨袂出来尔。哦，这可能咱了解吼。当然呢，伊听一句讲，我闻凡心凡有，究竟归处真如法，凡不正啊吼。当然无了解这物件，当然到尾啊，无了解这本性出来，这当然咧烦。可能当然，不仅针对针对本性出来，所以当然咧烦啊，是一定是偏差啊。我拢甲到尾清楚，本来是唔讲啊。书呢，伊也感觉伊一句呢，哦，讲了有做法哩，所以讲书念字啊，伊那学这个。感情失守啦，这个尴尬对啦，这其实差不多是安尼。因为，若要讲来，因为我呢，因为还袂到咧境界啊，哦，当然是，当然是要大家上探讨咱重点啦，吼，一个探讨，同咱过程当中也是，你说偏差呢，咱前两天个考我几次，过一阵个考我几次，就最后做咱身体健康万事。
输输刷盖住红灰，英雄如何？一诺缩短，是前发是输掌输刷，输破破，输破破破，连连战，输天红灰，红灰灰，输天一连，输天是刷输输。会修完魔魔人修完地底，即为红路，但随风开发，八人三关，读书读书说说盖点灰，科普魔说点盖点灰，一边剃行完盖点灰，修好一教如何点点，修完。输输盖头，接大成年；我盖头，接最小年，最小成年。我盖不好，鉴定丢弃。明天出发，一路狂暴。我说，我说，抓把不离危险，危险抓把容易小，重把危险凶凶严。输地一千百万，该中五十批龙，洗净盖顶一万，天王一万，心地无悔无限感，心地无气无限威，心地无乱无限天，不惊不见，因公心乃心体分三万，行千无期，飞霞乃行一体万。嗯。